有两件事情让我今生呢觉得很多事情我可以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当过兵之后啊，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。因为我们当了海军呢，在那船上什么东西没有东西自己来，有没有，就弄到最后就一看好像东西都可以做。所以当了兵以后这些都可以做。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，就是我读的专业这么难都读过来了。所以做两首歌有什么大不了，做两首歌跟那个学电机这里面那么难的东西相比，做歌太容易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讲到这里，你是等待这礼拜要跟你分享哪首歌是？要不要啦？这个我们已经分享很多首了，是不是？这首歌呢，这个源自于啊，就说我每天接了很多的这个 LINE 的或 WeChat 的这些学员的一些问题，或者是他们的心中所期盼的啊。那也有很多人呢，他总认为在红尘中啊，人海茫茫里，觉得自己的薄弱啊，总是觉得导师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，问题是我又没有分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天灵机一动，我又做了一首好，你觉得很孤寂的时候，就这首歌唱一唱，就导师就在你身边，然后就叫做好，因为我是用心的做这首歌，所以这个名字叫做新歌。新歌，心灵的心，好不好？那这会儿你先欣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放这一首。是不是？那人家是专业的做出来，他就唱的，大家唱得很高兴，有没有？后来我就在分析他的这种各种，他怎么可以唱得出来这样子的歌，跟他的灵性有关系，他可以唱得出来这样子的味道。所以那种类型的歌，下次也要给他做一种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多方功能。八点档这次也好几首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小家碧玉的也有，是不是？然后快歌也两首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啊，时势造英雄啊，不是因为有这些机会让我做歌，我想也做不了那么多首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营造嘛，觉得说哎，给你一个承诺，其实就是逼着我自己把歌做出来，做出来了也就是皆大欢喜。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意境，都有它的密码。唱着唱着就改运，是不是？但是唱不是说唱完生活层面不改，知道吧？唱了以后会就开始有些连锁效应了，就对了，
是不是？所以你也不要说导师说唱歌就会改命运，就一直听，一直唱，一直听，一直唱。下次来的时候，导师我都会唱，但是命就没有改，那就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就有些东西就是，啊、哦，它前面有一些引导了，啊、哦，这些歌曲是一种引导，但是你的实修实练那是真功夫，啊、哦，不管是谁都一样，小孩子还是今天是100岁的老人都一样。我经常来讲，连命线这样子的时间线一看，管你现在几岁，低于10岁，那可能是刚刚才从90岁爬过来的，是不是？100岁，现在100岁了，你可能就要跨过去当婴儿了，所以有什么好讲的？所以不管是几岁，当下立刻把握最重要。